该传授的这个魔咒是击球在地面上的皮球使球可以出局。现在准备轮到打击的是第二棒右腕手35号陈俊。好，今天下一声相当的大声，我们再全力轰啊，全力轰！梁家龙啊，梁家龙！传授的这个魔咒是击球在地面上的皮球使球可以出局。现在准备轮到打击的是第二棒右腕手35号陈俊。好，今天下一声相当的大声，我们再一次。